你好啊，大家好，我是陈焕仁。我今日喺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攞到三个好有意义嘅奖项，一个系歌曲奖，一个系创作歌手奖，仲有一个系国语专辑奖。咁都系好有意义嘅。咁我做咗成十几年嘅监制、混音、编曲、作曲、作词。同埋錄音，我攞到可以以今日歌手嘅身份攞到呢個最佳專輯獎係一個好大嘅鼓勵。我希望可以繼續做更加好嘅國語專輯。